说起前田玄叶在网络上贴文表示要暂告演员生涯，将要休息一段时间，好好养身体，让困扰已久的过敏症状彻底获得治疗。虽然这样的宣言让不少粉丝直呼心碎，但根据台湾媒体报道，闺蜜林熙蕾与林心如倒是乐得开心，高呼 Let's Party。看来这三姐妹似乎准备趁这段期间好好玩乐一番。对于林熙蕾的提议，舒淇也爽快回应来，而好姐妹心如也跟粉丝一样好奇舒淇未来人生方向。舒淇表示可以一天到晚陪她去玩，让心如乐呆。看来粉丝们可以准备捕捉三姐妹现身旅游景点啦。全娱乐整理报道。想获得更多独家娱乐资讯，欢迎关注优酷土豆娱乐微信公众号，微博搜索优酷娱乐全娱乐早八点，来看更多八卦猛料，还有超多明星周边和签名福利等着你。据说长得好看的人都在关注哟。这世界很酷。